你必须得这样理解才能深入，才能深入。他的一切是一切处，遍于一切众生界。化导众生，教度众生，教度众生怎么样现，怎么样解，怎么样行，怎么样证。在《法华经》上讲开示悟入，开导你，示现给你，示烦恼，做例子，让你悟得正入，愿一切众生都成佛的。这种道理，佛的这种行处，普照天王嘛，他能证得，他能入，随佛能入。如来出世甚难知啊，无量劫海十一欲，能令众生生信解，此自在天之所得。如来出世很难得遇到，很难得遇到，知佛难。经过无量的劫，刹海的无量刹海劫，那么多的时间，才能遇到一次。这个说的是正法时期啊，正相末，佛的佛法分三个时期，正法。遇佛出世，你亲自见佛，亲自闻法，佛有这种力量，能令众生的能够生信，能够解，解就是了解佛所说话的意思，所说的法的意思，那么自在天呢，他也能够随佛这样度众生，让众生生信解。佛说法性皆无性，佛说法性皆无性，甚深广大不思议，普世众生生尽信，广厌天王能善了。佛说的法性皆无性，法性呢是指真性说的，真性是指离体说的。佛说一切诸法无性，无性，这是随缘的意思。你所闻的法，所闻的法是语言，是语言。你要体会法的性，能闻的、所闻的、能闻所闻的，同一性过，体性一也。佛说苦，苦是什么性啊？苦无性。佛说乐，乐也无性，无性。法无自性，是吧？以何为性啊？以的体性，就是咱们现在所讲这个经《华严经》，是以一真法界的为它的体性，是吧？你当你听法的时候，闻法的时候，能闻和所闻，所闻这个法，对，是只是指示指点你，
让你认识的真相。在性上求，莫在相上求。所以说诸法无性，因为无性过才能够显你的真实的性。意思的含义啊，就是佛所说的法甚深广大呀，你很难的进入啊。那怎么的能进入呢？升起清净心，升起一个信心，但是这个信心呢，要是清净，清净。上一个记载，上个记载是在天王他所得到的，他也度一众生，说佛出世啊，很难治愈啊，说你遇到了要升起信心，升起觉悟，遇到了要闻法呀，佛所说的法无性的，无性的。为什么无性呢？无性故无不性，因为性体是骗的。咱们有时候说一切诸法无性，有时候说一切诸法皆是真如实性，就是因哪一类的机，佛教给他说哪一类的法，但是最后究竟达到真如法性，叫一真法界的，说你不要在说法的音声去求，也不在说法的相声去求，也不要在说法那个含义上去求，要达到诸法的实性。大家你呀，就哪一步讲，当机者一请求，佛就跟他说了，谛听，谛听。所以因此显这个佛说的法甚深广大，不思议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让一切众生生清净心。佛说法的他的意思，佛的佛意，让你生起了信，这个信呢，可是净信，清净信。清净心是什么样子？光焰天王也能随着佛这样的教化众生。那么引证那个文殊师利菩萨，佛有一次说法，文殊师利菩萨当维诺，佛生了座了，坐好了，文殊师利边唱个偈子。法宴龙象众，当观第一义，替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他念完偈子了，释迦牟尼佛就下座了，走了。法都说了，文殊菩萨说了，啥意思？在咱们是很茫然的，我今天怎么没说呀？佛说了，无言无相，不可思议。佛已经把法说完了，文殊菩萨他就这个偈子就告诉你了，说所有带会的法会大众，你都应当观佛现在说法呢。什么法？第一义，第一义。这个第一义啊，是一切诸佛说法都如是，替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离开言说，乃至离开心思，没有言说，没有思议，这就叫诸法性无性。
剃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这是什么？光焰天王，他会得，乃至于正得，这种甚深的妙义。这在这个天王赞叹佛，表达自己所修的、所证得的。因此，咱们看了这从这个四禅呐、三禅呐，都入世，这些都是大菩萨了。要么信清净，不要信污浊。对，那么呢，相信污浊哪是？有的道友问我说：“咱们这个时候怎么这么坏啊？”我说：“不止咱们这个时候，佛家牟尼佛没降生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，叫污浊哪是。”时候不好，很浑浊，劫浊，大家念经的时候有个劫浊，劫就是劫波，劫波是印度话，翻我们华言呢，中国话呢，叫时分，说这个时分呢很不好，怎么样不好呢？烦恼特别多，不能清净。知见呢，就是见呢，大家的看问题的看法，意见特别多，见不同，见浊，见不清净，时候不好，烦恼特别重，叫烦恼浊，烦恼浊。而这个人的寿命啊，也浑浊得很，很小就死了，生下来没好久就死了，也有活几十岁的，是命浊，浊就是不清净的意思了，众生相特别多，是众生浊。生到这个世界来的众生浊，所以把它总称为五浊哪是。哪是哪就不善的意思了。还好我们在五浊哪是能够知道什么是五浊。虽然这个时候不好啊，但这时候我们能到闻法修道，不因为这个时候不好，这个时候帮我们很大忙。帮我什么忙呢？让我们练厌离心，所以你发心求道啊，落法修行啊，一个事物都是两方面的，一方面说的不好，另一方面啊，因为这个呢是才能提醒我们，那个苦的逼迫呀，苦是逼迫性啊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逼迫你干什么呢？生厌离，这就是生出离心呢，出离心呢，这是咱们所讲的那个三要道，出离心。当然，你再一头回矿，你出离了。看看你的六经眷属，回头看这个世界的苦难，那就生起大悲心来劝他们出离。完了还得有个般若智慧，没有智慧不行的。对，我们经常说般若为什么不翻，般若含的义非常的广，方个智慧不受包容不了，我们往往把智慧啊把它解释。